見到有 ice 有 bucket， 一睇就知道我想做咩啦。我今日係找數嘅。第一即係我踢咗人先啦。我第一個就想聽一個林慧華，因為咧我想睇你林冰，雖然你捐咗錢已經，大家都好想睇你林冰㗎。第二個咧就係、是、SHE 嘅 Hebe 田馥甄，我想聽你，我想聽你林冰哦。然後之後最後就是聽 Five Seas 湯蓮娟、張宇林、鄧曉如同埋吳嘉瑩餃子，開始啦！好緊張，幾大盤飛，同我特登整。啊，係，大家記住在玩冰的同時，千萬唔好唔記得捐錢俾香港的慈善團體啊！或者有能力咧，識嘅話咧，可以捐去美國嘅 ALS 嗰度，記得做善事啊！我遲啲都會補翻捐錢嗰啲相嘅。勁大隻冰，等佢凍啲先啊！一嚿嚿嘅。就臭諗多啦，係啦。我好驚啊！真係好緊張啊，點算啊？真係淋噶。咁你飲曬佢啦，一係。我好驚啊！不如你幫我淋。係啊。自己淋啦。我冇力啊。你停咗先。好辣到。拜拜，記住找數啦，記住捐錢啦，拜拜。